我操，藏宝哥还挂着100的东西。不会吧，梦幻现任第一武装，全身顶级特技特效，全号竟然价值千万，实力强悍如斯。看完这个号谁还觉得玩辅助便宜。天元群雄全服冠军，直接开始看曲阜孔庙来展示的每一个号，没有1000万以下的啊，再加上一个5000，再加1400，再加5000，再加2000，再加6400，再加500，再加7000。好了，空号202160，兄弟们有没有来一车的？别闹。鞋子的话是87啊，68敏捷的罗汉鞋啊，27万。我操，腰带突然就封印了。最高的是1.8级，封印命中率2%嘛，腰带的话大概是一个78到85之间啊，给他一个82啊。帽子的话是流云封印1.89，操，这帽子是不是刚买的？这帽子多少钱买的？我估计得个68-9万，再加宝石，加套装啊，77。项链的话精青啊，336加15减去96，出零255。我操！这项链灵力好高啊，255的精青现在应该得快50了，不如338啊，一个字绝，不如338，但是也差不多了啊。衣服的话是327，我操，这衣服防御好高啊，327加上一个4点防御啊，331的防，双加达标了啊，双加达标了，防御是极限的高，这衣服估计得变成一个40。全身的装备一件封印，两件封印，啊，三件封印啊！武器笑里藏刀加神用，哎呦我操，这把武器老传奇了，兄弟们！就这把武器你想象不到，就第一手10万，第二手50都没卖，摆一段时间50，后来摆藏宝阁70多万每秒了，我操！这不扯啊你们！这把武器雪山的，第一手10万，但是老板买到手的时候就已经75加了啊，75加，然后加宝石得78啊。好，封印位的34，这个灵士的话是下排的法防，一个爆了一，一个爆了五啊，六再加八，总共是爆了14，封印也爆6。这个灵士的话，差不多能卖上一个31万啊，这个差不多能卖上一个23万。速度没爆，但是下排的法防一个爆了12，一个爆了5，一个爆了4啊，他这个法防爆的超多，这武装的法防应该是特别高的啊。好，再看一下8级箭步两个，再给他个3万。戒指速度耳饰速度13啊，这个14，总共是爆了7，两个的话差不多是65，再加上一个3啊，68。好了，下排的任务装备啥的就不给他算了啊，任务装备太多了。鞋子物理暴击几率加 1.13， 衣服物理暴击几率加 1.19， 这武装平时还能玩个力的啊，还带了一套3治疗武装点灯啊，还有花招。还带了一个流云啊武器，还带了一个笑里藏刀加封印1.57的花招武器。它有一个封印的，有一个神佑的，可以换着带啊。还有一个17段的啊，愤怒精致腰带。腰带的话，差不多是一个45啊。这把武器其实就没有价格，但是能打15段，我觉得价格也不低于25啊。这把武器其实真的不错，笑里藏刀特技好，武器伤害还高，16段太阳石啊，然后熔炼的敏捷是39，这个武器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虽然单加但是极限。看个12只宝宝吧，哎呦我操，28，这只是28万，镜台善恶12技能。但是是比11红要好个低明斯啊，或者是反正相对来讲是永动机低阶斩，这只资质非常好。11技能的好资质的话大概能卖上一个50，这是 11.5， 这只宝宝的大概的价格呢是70啊。哎，这只宝宝啊，48吧，法防镜台，法防镜台三吸，而且造型还是童子。11技能的血宠打成了全红的话，我估计啊，他也要15万以上了。15万以上再搭上一本法防，掉的套装竟然是吸收啊，竟然可以四吸法防四吸，我操，这个宝宝，我感觉得达到一个26。出其不意虚迷，现在便宜了吧？啊，这只宝宝给他算上一个6，虚迷降价了。啊，这只宝宝完美技能，高级精神套和晋级法宝套啊。根据最后一只截胡是90，这一只的话有高敏还有龙魂，算上一个13，龙魂也有点拉了。
这只工地厅是上次见到的那只工地厅吗？八技能工地厅打地批，而且没武艺，没有业务形成啊，最佳四个轮。业务形成由于这个大改啊，可能不再受战敌的影响。那工地厅的四个轮子最好的就是这四个，这四个里有两本是特殊技能啊。八技能地厅、工地厅呢，一般呢成品的话就也就是一个12，但是不包含地批的价格。力批一本还要干掉业务倾城啊，所以说这只宝宝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力批受爵也贵啊，以前贵但现在便宜了。成本的话大概20，但是他得打掉业务倾城，大概是这只宝宝多少得看大改，这只宝宝先不给他算了啊，继续往后面算就是，也是完美技能啊，晋级法宝套和科尔高级精神技能套啊，死亡法王14技能神马22，哦，还有一只90的。好了，就这只工地厅没加钱啊，行吧，就算它一个25吧，啊，25加27万，加6500，加4000，加202160啊，1124.76啊，趁着梦幻西游没倒，你500块钱收了，还是你有魄力和格局啊啊！再看看仓库里，顺势涂山雪，感知高连极限工资极限速资的涂山雪。这只宝宝虽然只有7技能，但是这种技能的搭配可能会让五开那种追求极限效率的比较喜欢吧。那涂山雪攻击速度稍微有点慢，猫灵就好了。哎呦我操，这只宝宝很嚣张啊，资质虽然不行，但是镜台这种技能呢就注定了它能养啊。这只比刚才那只甚至还要好，还有一只大镜台，哎，这只是技能好。这两只宝宝要是送给我的话，我选哪个呢？我选这只能养的吧。想得美啊，你做梦了吗？再加上一个70，好吧，1266啊！我操，藏宝博哥还挂着100的东西啊！力批壁垒神马啊，135，这个刚才咱们按咱们的估价应该是278啊，刚才那只资质比较好的30嘛，这只资质差一点啊，啊，还有一只16技能的胚子啊，还有一只出其不意啊，这只宝宝特别尴尬，这只宝宝套装没啥带的，这只宝宝带啥套啊？这只宝宝套装没得带了，兄弟们啊！实际能有高敏就完美，也就是换一个无色魔爵，换个龙魂，没法带套装了啊！告辞。